结果呢，他的老婆就是乃曼的老婆，有一个贝鲁来的小女子，就跟这个乃曼的太太也跟乃曼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先知，能够治好你的麻风病。结果乃曼就跟他的国王报告说，哇，这个有一个神医可以治好我的病啊。结果乃曼呢，就准备了很多的银子，很多的金子，还准备了10套的名牌衣服，要去送给神医，要送给伊丽莎。结果乃曼呢，有好多的随从啊，驾着马车呀，带着宝物啊，要去见伊丽莎。结果到了伊丽莎家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伊丽莎见他吗？伊丽莎竟然不见他呀！你看伊丽莎哦，很特别哦。不见他，就请仆人去跟将军讲说，你呢去约旦河洗澡，洗7次，你的大麻风就会得着洁净了。结果乃曼元帅就非常生气，他说，我自己的国家有护城河，那个河是非常清澈啊，非常干净的，难道我自己的国家的河不能去洗，要来你这个地方洗你这个约旦河吗？我们晓得约旦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要卑微，要降卑到呢与主同钉十字架，并且要死而埋葬，这是约旦河的意思。所以呢，乃曼呢后来就听了，除了听了这个小女子的建议，小女子的见证说伊丽莎是神的仆人，能够行神迹，而且呢，乃曼这位元帅呢，他也听了他自己的一个小仆人建议说，你既然长途跋涉来到这里。那现在伊丽莎只是叫你下河洗澡，这又不是天大的难事，你为什么要抗拒呢？结果没有想到呢，一个小女子，一个小男子呢，竟然让乃曼呢就完全的就顺服了神。结果乃曼就进约旦河洗澡，请问大家洗一次有没有用？洗2次有用吗？是不是洗到第5次之后就好一半了？是不是这样子？洗6次都没好。1次、2次、3次、4次、5次、6次都没有任何改变。结果当他凭着信心顺服上帝，再进去第7次洗完澡的时候呢，他发现如何？哇，大麻风全部都没了，而且呢，整个皮肤变成像婴孩的皮肤那么嫩那么美。所以乃曼呢就跟伊丽莎说，我现在知道所有国家的神都是假神，只有你们以色列国家的神才是真神上帝。而且呢，乃曼还跟伊丽莎道歉，说什么？他说，伊丽莎呀，我是个罪人，因为呢，我的国王曾经去拜假神，结果呢，国王去拜假神的时候呢，我还去扶着他，我也呢顺便拜了一下，求上帝赦免我，怜悯我。你说乃曼有没有真心耶稣？有没有真心上帝？真正是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他的确经历了，见证了，只有耶和华上帝是奇妙的主，只有耶和华上帝是能够彻底完全拯救我们的神。所以伊丽莎生前的神迹有非常非常多那我们都晓得这些神迹呢都记载在列王记下上。那最特别的一个神迹就是伊丽莎连死了之后还有神迹。什么神迹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13章，这里告诉我们伊丽莎死了之后结果还能够叫死人复活呀，很特别哦。列王记下13章，13章20节，列王记下13章20节，透过这个神迹让我们完全知道行神迹这种作为跟能力其实不是来自于以利亚本人，以利亚以利沙只是上帝的器皿，是神迹的器皿神迹的能力是来自谁？来自于耶和华上帝。所以透过这个神迹呢，我们来读一下，大家请来。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亚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
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好，我们从这幅文字的描述当中知道，以利沙本来是一个富二代，对不对？爸妈有钱，可是没有想到他死的时候的坟墓呢，非常非常的简陋，啊，竟然呢，他的坟墓的骸骨啊，好像是你看全然敞开的一样。结果有人正在埋葬死人，然后正好看到有一群人犯禁呢，他们就紧张害怕，然后就把这个死人呢就丢到了这个坟墓当中。没有想到这个坟墓是谁的坟墓啊？是以利沙的坟墓。没有想到这个死人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呢，这个死人竟然从死变活。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什么？真正让死人变活的不是以利沙的骸骨，而是赐生命、赐气息的真神上帝。阿门。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哈，在灵界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真真假假，尤其是许多的鱼目混珠，让人真假莫辨。为什么世界各国，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到目前为止迷信偶像的这么多？有多少我们中国人都说自己是信佛的，是拜佛的，甚至有好多这些善男信女都相信去跪拜佛牙佛骨好像都会有一些特别事情会发生。那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的上帝是最忌邪、最痛恨人不拜真神去拜受造物。我们的上帝是最感冒人还去拜骨头，听懂吗？所以当人去拜佛牙佛骨的时候呢，上帝是非常痛心疾首的。所以上帝呢就不让摩西的尸体呢被找到，因为如果犹太人找到摩西的尸体之后呢，人啊实在可怜啊，人就会去拜摩西的尸体啊。所以呢神也让以利亚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人英雄呢就升天了。然后神这时候呢特别容许以利沙骸骨一被碰到了死人复活，但是呢感谢神也没有让神的选民去拜以利沙的骸骨，因为十诫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真神归给谁？归给真神上帝耶和华。这种敬拜的礼仪不能够归给任何受造之物，不管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死人都不能接受敬拜，天使不能接受敬拜啊！所有那些偶像神明不准人去敬拜。所以以色列国他有20个王都是神看为恶的王，他的恶呢不是因为他在世界上做王没有对国家民族有贡献，不是说他不懂搞经济建设，不是说他不懂搞基础设施，而是因为这个王呢他拜偶像，这就是最大的恶。所以我们要晓得神看我们好跟坏、善跟恶的一个最基本点呢，就根据你有没有拜偶像。如果你没有拜偶像，单单敬拜真神，你在神的眼光当中就是什么样呢？就是因信称义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何等感恩啊，单单因信称义，我们就白白得着拯救，得着赦免，可以得着医治和救赎，更可以得着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感恩再感恩。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在死后行神迹，就证明了神迹不是以利沙行的。阿们，听懂了？神迹不是以利沙行的，而是以利沙背后的上帝借着以利沙这个器皿呢来行神迹。阿们。所以我们晓得，我们任何人啊，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肯倒空自己，让自己呢能够成为一个空的瓶瓶罐罐，成为一个空的器皿，透过神，有时候透过一些伤害你的人呢，在你的背上犁沟，背上犁沟啊，耕田啊，结果呢你伤痕累累，体无完肤呢，好像给你带来的是偷窃、杀害、毁坏。其实神的目的呢，也是要让你这些沟呢能够成为瓶
瓶瓶罐罐一样的，能够预备钩来上装由天而降的大鱼。所以诗人在诗篇八十篇说什么？我们经过流泪谷，我们的上帝呢要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且有秋雨之福覆盖全谷。所以我们的神呢总是要赐你恩典，赐你福分，我们的神总是要医治你，要赐你平安的。我们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那所有的瘟疫、地震、天灾人祸、饥荒哪里来的呢？都是来自于黑暗的权势，当然也是神的允许，因为最高主权是神。那神允许的目的呢，也是叫我们学谦卑，知道人有限，知道人有罪，要赶快认罪悔改，去寻找生命的源头，好，万物的主宰，让我们跟神建立正常的美好的关系，能够成为神在世上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呢，他生前见证了主，成为神迹的器皿，他死后呢，竟然神还借着以利沙的骸骨来行神迹。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要单单敬拜这位主，不要被愚弄了。因为撒旦魔鬼呢，他也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化妆成仁义的差役，然后来欺骗我们，来混乱我们。但是我们靠圣灵，我们有分辨诸灵的恩赐，我们不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们要凡事查验，赞美的我们要持守，尤其是我们要让神的真理呢扬起来，让神的话语啊能够充满天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就感谢神。再回到大纲，我们来看到就是预言，先知当然就是先知先觉，先知呢当然就预先知道要发生的事情才叫先知咯。所以我们晓得在教会界里面常常会问你说，你们是什么派的？你们是什么派的？言下之意是啊，他们都晓得，很多不信的人都知道说，教会呢也有点分门别类，求主怜悯，神是叫我们合而为一，但是透过分门别类也有上帝的允许。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包罗万象，神是丰富多彩的哈，不是单一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哈。所以教会外的人，教会内的人都知道说，有所谓的什么保守派啊，有所谓的自由派啊，有所谓的福音派啊，有所谓的灵恩派，对不对啊？那在非常传统的保守派福音派当中呢，他们认为目前呢已经没有先知了，目前呢没有使徒了，目前呢甚至也没有神迹奇事了。因为神迹奇事呢到约拿为止，那个意思就是到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就没有神迹奇事了。那你说他们这样的解经完全正确吗？现在没有使徒了，其实目前的确没有那十二个特别位分的使徒，可是有没有神的使徒？当然一直有啊，一直有啊。所以我们晓得透过以利沙的预言呢，我们晓得我们的神呢是关心个人也关心国家。保守派的神学跟教会认为说，先知讲预言不会像算命先生一样讲你个人的事情，如果讲个人事情，那就不是出于神的啊。他们竟然这样子来做结论的，他们说所有先知都是讲国家性的预言啊，大先知书、小先知书，这些先知都讲国家、讲世界性的。所以任何先知如果讲个人性的预言的话呢，他们就说那是假先知。其实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圣经还有新约圣经其实都有一些先知针对个人发预言，听懂吗？所以活水流圣教会和牧师师母，我们是认同先知可以为个人发预言，但是呢，你不能就常常参加特会跟着先知跑啊，然后整天呢不读经不祷告，然后不跟自己，不让自己跟上帝有一个亲密和好的关系，整天就是好跟着特会跑，然后呢找先知好替你说我跟这个人结婚可不可以啊，然后我买哪一只股票啊，这个就有点偏离正道了啊。所以我们重点呢是在特殊状况、特殊需要，神呢会透过特别的先知呢来对你说特别的话，这不是一般状况，听懂吗？啊，所以个别性的预言常常是非常的状况啊，不是平常状况啊。我们来看第一个预言是什么呢？以利沙先知个人性的第一个预言，他就预言说，他说我的老师以利亚
他是升天的，他不是失踪的，他也不是说被提到某个地方，然后就把他被上帝丢到某一个山某一个谷里面了。可是那个时候呢，一大群学生都说，以利沙呀，我们要去找以利亚，一定可以找到。结果以利沙呢拿他们没办法，就说好吧，那你们就去找吧。结果他们就派了50个壮丁啊，找了几天，满山满谷到处去找，找了3天，请问找到以利亚了吗？就没有找到。哎，回来就跟以利沙报告说，我们找不到。以利沙说什么？我早就跟你们讲了嘛，以利亚是升天的，你们找不到的。所以第一个预言是说什么？他说找不到，结果就找不到。而第二个预言呢？以利沙预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她跟她老公结婚多年，都生不出小孩来，而且老公呢已经年纪老迈，根本不可能再生了。结果呢，这个女人呢，她是有钱人，然后她常常呢在自己家里面看见以利沙先知经过她家门口，然后呢她就想尽办法要请先知进她家，她要煮大餐来让先知饱餐一顿。每一次都强留先知，先知都说，哎呀，我没时间啊，我有事啊，我赶路啊。那苏念妇人呢就想尽办法说，哎呀，先知啊，你到我家吃饭吃饭吃饭。结果先知呢盛情难却，又到家吃饭。结果呢，这个苏念妇人呢就跟她老公商量了，她说，老公啊，我看见以利沙这个人呢是神的仆人啊，而且他是非常圣洁尊贵的仆人啊，我们给他吃呢还不够，我们除了给他吃之外呢，我们还要怎么样？他给他住。他就跟老公商量讲说，那我们在我们的楼上盖个楼上楼，楼中楼。以色列的房子都是平顶的，因为他们一年很少下雨，都是平顶的，所以就在屋顶当中盖一个楼，而且是独立进出的。老公就答应了。结果呢，他们就请人来盖楼。盖了楼之后呢，以利沙每一次经过他家呢，然后家苏念夫人就把以利沙给请进来，让他大吃大喝，然后呢又住在自己的楼上。而且苏念夫人呢为以利沙准备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还有一个台灯，让他能够好好读摩西律法书，好好亲近上帝，非常安静的，不受打扰的啊。结果呢，以利沙就被感动了，哎呀，你对我这么好，我到底该为你做什么呢？所以他就打听他的仆人，接下去去问说，你想不想做官呢？哎，我跟国王关系好，我跟元帅关系好，你想不想做官呢？结果苏念夫人跟她老公商量，他说我们应有尽有，毫无所缺，不想做官。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想报答你们，到底我该为你们做什么呢？结果仆人就打听到，原来他们两个人结婚多年来没生小孩子，那这么多财产要给谁继承呢？所以他就跟以利沙说什么，他们没有小孩。以利沙马上说什么预言，他说，你明年这时候呢就生个儿子。你看预言可不可以预言他生儿子啊？可以预言生儿子，所以今天早上早堂的时候呢，我就预言，和牧师也预言了，说有一个人要生儿子，有一个人生女儿，大家看了，明年就生了。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师母啊，大家晓得，医生里面有很多，有这个神经科，有精神科，有耳鼻喉科，有肝脏肠胃科，对不对？有牙科，有眼睛科，耳鼻喉科各个科都有。我们的师母是什么科？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师母除了是家庭科之外，我们的师母是专门的不孕科。任何不孕的、生不出孩子的、做试管婴儿没果效的，找师母一祷告，2-3个月就怀孕。我们教会就有好多好多的人，那其他教会的也有人啊，不但是美国有、中国有、马来西亚都有这样的人，印证了啊，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感谢神，个人性的预言呢，让他生孩子，他就生孩子。那大家晓得，先知呢还预言。他的仆人啊叫基哈西，因为乃曼呢他带着10套名贵的衣服，而带很多金子银子啊，他准备说，我病好之后呢，我的麻风得到洁净之后呢，我要把这些礼物呢都送给以利沙。以利沙坚决不接受，结果他的仆人基哈西就觉得说什么，不收白不收，不收亏大了。结果呢，乃曼呢就把他的所有礼物呢要带回国去，然后他只跟以利沙要求说什么，他说，你不要我的金银，不要我的衣服呢，可是可不可以求你给我你们国家的土啊。你说这个乃曼是有情有义的人，他说带回你们国家土，好让我能够纪念
然后呢，他就带土回家，结果他马车就走了。走的时候呢，那伊丽莎的仆人就觉得说，我这不要白不要，那就去追啊，就跑得非常快去追这个马车呀。结果乃曼一看到后面有人追，而且是伊丽莎的仆人，结果呢，他就停下马车，就问说，有何贵干？有什么事啊？你平安吗？他就说什么？他说，我的老师啊，叫我来跟你要礼物。你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他老师坚决不收礼物，结果仆人呢，假借上帝的名字，又假借老师名字，找个理由借口呢，要去要礼物。结果呢，他跟乃曼元帅要，假定说他要1000美金，结果呢，乃曼说，我给你2000美金。那他要2套名牌衣服，乃曼说，好，我请我的仆人把这个名牌衣服呢抬到你家去。结果呢，当他回家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就问仆人说，你刚才去哪里了？仆人说，我没有去哪里。老师说什么？你去哪里？你跟谁讲话？你做了什么事情？我都知道。结果呢，伊丽莎就跟仆人接，他就说什么？他说，乃曼的大麻风要长在你的身上。结果仆人基哈西一看，全身长了大麻风，所以伊丽莎预言某些妇人会生孩子，也预言某些得罪上帝的人呢会长大麻风。然后呢，我们也晓得，针对个人性的预言，关于苏念妇人呢，上帝感动伊丽莎说，即将有7年的饥荒啊，7年的荒年要发生了。然后因为苏念妇人曾经非常非常的招待伊丽莎，所以伊丽莎就事先跟他讲说，这地方要发生7年大饥荒，你呢赶快搬家，赶快移民去。结果苏念妇人呢就信神的话，就他们就搬家了，搬家7年呢就可以逃避这样的灾荒。所以呢，神的仆人可以预言什么？预言饥荒，而且可以事先劝属神的人呢搬家，可以移民的。所以神个人性的预言可不可以？神是关心我们个人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好，我们接下来其实还有很多个人性的预言啊。神透过仆人伊丽莎呢预言说，某一个亚兰王啊，这个王呢会生病，可这个病呢会好，可是病好之后呢却被人暗杀，结果的事情就预言了。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确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而且是无所不管的，目的是要让你呢认识真神，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是永生。所以一切的认识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神，认识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就是国家性的预言。圣经中的先知的确有很多的预言都是跟国家有关的啊，整个国际世界的局势演变啊，板块的移动或兴衰啊，都是神在那里啊掌控跟领导和管理的。那以利沙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告诉我们，就是叙利亚国家好，正好要大军要犯境啊，要去侵略以色列国，结果呢，叙利亚国家知道这是一个最高的机密，我们的部队行军安营到哪里，要在哪里埋伏，要在哪里攻击呢？这是最高机密，所以呢，他竟然不是在王宫当中，而是在国王的最隐秘的卧房里面在谈军机大事。结果就谈说，我们的部队在几月几号要驻扎在哪里，要埋伏在哪里，要如何发动攻击。结果呢，结果远在南方的伊丽莎，神感动他，全都知道。那时候没有人造卫星啊，然后那时候更没有所谓的这个疫苗短信，对不对？所以神呢就透过异象异梦，透过文字图画，就让先知伊丽莎完全知道他们在卧房谈什么最高机密。结果伊丽莎就报告自己的国王说，敌人要在哪里埋伏，你呢要赶快的是吧，赶快的逃避，你要赶快的如何来预备自己，如何来攻，如何来守。结果好几次都这样状况，结果呢
叙利亚的国王就发现说一定有内贼，一定有奸细在我们当中。结果仆人就去查 FBI 啊，情报局啊，去查查查到底谁是奸细啊，就发现说我们国家没有奸细。结果谁是奸细？他们讲到说啊，是伊丽莎，是这个神人呢透露这个机密了。哇，这国王还不服输啊，他说这个家伙竟然敢好如此的对付我，我要去捉拿他，我要杀死他。结果呢，叙利亚国就派大军要去攻打伊丽莎所住的城市，叫多滩城市。结果呢，半夜行军啊，要围困了伊丽莎所住的城市。结果伊丽莎的一个仆人呢，早上一起来看到说，哇，东西南北都是敌人包围了。然后就跟老师讲说，老师啊，惨了，完了，怎么办呢？然后老师怎么说？老师就跟仆人讲说什么？他说不要怕，你放心，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是圣经的名言，大家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好，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以利沙就祷告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开启这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够看见。结果上帝呢就打开少年人的眼睛，他就看见满山都是上帝的火车火马，所以他就不怕了。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呢能够听以利沙这个仆人的祷告，能够让人眼睛得开。结果以利沙就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敌人的眼睛全部昏花。结果敌人所有部队，不管是元帅将军，还是不管是这个什么各种军种的各种军人呢，眼睛全部昏花，然后呢就无路可走，不晓得到底哪里是正路。结果呢，神就透过以利沙就把这一群眼睛昏花的人带进哪里？带进了撒玛利亚城。结果呢，进了城之后呢，神就说，上帝啊，求你叫这群人的眼睛再打开。结果他们眼睛一打开之后呢，发现东西南北全部被以色列部队给包围。他们就说惨了惨了。结果王就问以利沙说，既然神给这样的机会，好不好我们把他们全部斩草除根，全部一网打尽。结果以利沙说什么？他说，上帝说你们不要杀他们，你们要请他们吃饭，让他们各个人都吃饱喝饱，然后把他们送回家去。你看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是以善报恶的神，是以德报怨的神啊，是叙利亚国要大军压境，要来这个扰人啊，扰坏这个，要伤害无辜啊。结果呢，神竟然让这群敌人如何吃饱喝足，结果还回家。就圣经说，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以善报恶呢，结果亚兰王他还是人是肉做的，他心中也的确受了感动，结果就带下几年的叛平，就几年以来呢，那个王就没有再侵略以色列国。所以我们现在看见我们的主呢，的的确确是能够在灵界当中呼风唤雨，在灵界当中调兵遣将的。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们实在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们只要根据神的真理好好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呢，即使有千军万马要来杀我伤我，但是呢，谁是我们的保护？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然后呢，当年以利亚就曾经预言说，亚哈全家都要被刑罚，都要遭到恶报。结果呢，列王记下第十章就告诉我们，神就借着以利沙的一个先知的学生，然后呢去高抹了耶户，做了以色列的国王之后呢，就杀了亚哈的全家。亚哈总共有70个儿子都死了，所以故事是非常非常凄惨。难道神喜欢他的儿女死吗？其实神非常痛心，神非常舍不得，但是呢，是人自取灭亡，是人呢让撒旦魔鬼死神病魔趁虚而入，才造成了这么多的痛苦跟灾祸。但是我们的神呢，是专门要让我们能够变咒诅为祝福的神。我们的神呢，是使死变活的神，使无变有的神，使少变多的神。所以一切不可能在基督耶稣里面都要变成可能。Amen.
一切的困难都是经历上帝、荣耀上帝的一个重要的机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晓得这个时代呢需要以利亚，这个时代呢需要以利沙。以利亚、以利沙不是限制只有一个人或两个人，世界各国都有神要兴起的以利亚和以利沙，只在乎你肯不肯被神高抹、被神使用。神说，神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这黑暗的时代呢需要光，这腐败的社会呢需要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预备自己，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成为这个时代的以利沙，能够成为神迹的器皿。对你旁边讲，你要成为神迹的器皿，你要成为神迹的器皿。祷告主，我们知道你的确有许多的工作不是透过天使做，乃是要透过人来完成。天父，我们晓得人面对环境和机会有许多的选择，阿爸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乃是选择你要我们选择的，乃是做成你要我们做成的工，而不是完成自己的计划和梦想。天父，我们求你，求你在这个时代继续预备以利亚，哦，继续预备以利沙，主啊，让我们实在看见你的拯救是救到底，你的爱是爱到底，你的坚固我们是坚固到底，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用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